一网友在社交平台晒照，称在机场偶遇窦骁何超莲引热议。该网友 IP 地址显示在韩国，称在机场偶遇了何超莲和窦骁，且和他们一个航班，十分激动。网友还夸赞何超莲本人超级瘦，皮肤巨好。从晒出的照片中可以看到，何超莲和窦骁两人打扮低调休闲，有说有笑，打情骂俏。窦骁伸出食指去戳何超莲的脸，一脸宠溺地看着何超莲，看着十分甜蜜恩爱。被窦骁戳脸后，何超莲笑容灿烂，二人一起在取票机器前取票，随后二人一起排队等候。窦骁何超莲两人一路相随，恩爱甜蜜，两人一起前往韩国，不知道是不是把之前的结婚蜜月旅行补上。此前因为何超莲和窦骁两人结婚后就没公开合体过，就被传出婚变的传闻，如今两人一起前往韩国度假，而且还在机场打